现在已经没人在从事这个了。这种工艺呢，基本上面临失传。是在你的眼里闪耀着多少秘密，古老的故事在你的心里又埋藏着多少叹息，古老的故事在你的手里握住了风风雨雨，是在你的梦里回荡着一丝甜蜜。几千年世世代代这样子传承下来的，让更多的人能认识这种工艺，把它这种传统工艺呢发扬光大。能不能在人群中